因为在我家越南文化和十字绣的充电是该官表的中心，受到吴国南文化的静态点。策展人新主编德恩阮金红和服装设计师吴青青合作，将台湾和国南的经典做会融入越南国服的创作当中，并有十位合资工商的女学生来亲力建设，象征两国文化元素的融合。越南国服是越南女主在正式场合所穿的服装。这次所展出的新衫当中，包括台北101、阿里山樱花森林小火车、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等台湾的景点，和越南水上市集、下龙湾等融融的创作的元素，并有十几名学生担纲展示演出。穿越南服装会让自己的仪态更优雅舒适，然后它的感觉就是丝绸做成的，所以它会感觉很舒服，对。然后就是可能因为它比较长，然后它上下楼梯的话会可能会要小心一点这样。展览的主题除了越南国服，另一个重点是越南十字绣。记者非常去邀请阿密斯音乐节创办人、原住民歌手苏米恩体验越南十字绣，因为曾经以十字绣为演唱会的主题，有唱绣的功力，向新原住民和新住民的文化对话。苏米恩表示，原住民唱绣大部分都是几何图形，放大和缩小和数学函数真同款。佮笑讲原住民无唱绣，数学就真差。它大部分都是几何图形比较多，所以放大缩小跟数学的函数很像，所以原住民不识绣的话，我们的数学就会很差。根据了解，该县新住民人口大概12,000多人，其中来自国南的女性大概是3,600人左右。这个该县表演艺术中心首次举办新住民文化静态展，意义真特别。在10年前，其实非常的没有什么被提到新住民，还是新的单之类。可是最近5年来，尤其这2-3年是非常被提出来，好，就是比较会被提到提升。可是当然是我们要做的，还要有空间去努力的，不是说哎我们都大家都做得很好这样子。可是至少我们觉得说，哎，这个国家是已经重视我们东南亚的文化。那我们大家一起努力，才能真的是把它完整的就是进步这样子。那我们希望透过各种生活的辅助方案，还有就是教育啊，以及他们的一个资讯，还有这些职业上的一个媒合跟相关上的一个训练啊，希望他们也能够在这边能够当家。该县表演艺术中心首度有越南文化的静态展，主办单位是该县表演艺术中心和新住民的团体越在家文化展，在登记对这个期持续到10月21号。新闻客户洪炳荣采访报道。